训练二哈当警犬。你们俩那个牛眼，你干啥呢？第一步，训练他令行禁止。下，好，别动。好，咱今天是不是搞训练？哎呀，你先不吃。我今天是不是训练你了？我连叫都叫不回来，我还训练你个屁？马桶，你给我过来。过来，配合一点。你还想不想当警犬了？想不想了？不想。好，马总说我不想上班。马总，握手，漂亮，坐下，起来，起立。马总，那个训练有能把我自己训练疯了，我都感觉我，啊，这个老心脏病我都犯了，把我气的。起来，马总，来，起来，起来。好，听话啊，听话，来，好。来，你先坐起来。我让你坐起来，我帮帮你。你坐起来。我训练你，你凶我？我训练你呢，我帮你圆梦呢，你还这种态度？锻炼一下。来，你，哎呀，你先坐起来，我，你就这样坐。我教你啊。马总，好。耶，你还给我过来！哎呀，马总，我疯了！我咋训练你这么费劲呢？把十条狗都训练好了，你一个口令都没听懂。你还想不想当警犬了？想不想当警犬了？想不想了？你想不想当警犬？我就问你，想不想？想不想？来，握手，坐下。啊，坐下，坐。哎，你教给他转圈吧，看他会不会。来，谁教二百五？我教你转圈。好，来转圈，会了没？再来一遍是吧？转圈，会了没？好，该你了，转圈。你啥意思？想咬你？啥意思啊？啊，对，转圈，转圈，转圈。马总，你看转圈，我们的是嘴巴跟着转。你知道圈是啥？圈是个圆形，圆形是个几何图形，它是一条直线嘛，得掰弯，规律一点，复合三点派三点几那个圆周率，转一圈叫圆形。三点一四七五九二六，三点一四七五九二六，我描述的透彻不？是不是很简单？来转一圈。来，你啥呀你？握手都不握了？趴下会不会？趴下。好，我给你演示一下，你看。趴下！我都教给你了，趴下！你趴下呀！我都给你演示，趴下！那你应该过来，躺下会不会？躺下！我给你演示一下，你看，躺下！我让你躺下了。